TF 少年 GO 开始上课了，说的没错。不过上课之前呢，我们还是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，关注 TF 家族官方 QQ 空间。所以刚才开场那个《电锯惊魂》的视频是在闹哪呀？那是开场吗？我以为刚才他们放错了呢。那么刚才那个诡异的声音是瞧不起我们姐夫看电玩的吗？这样好了，因为我们在录节目嘛，所以我们就边录节目边派一个人把这个给解开。等一下，我还有一个玩具。听说这个可以把它拼成一个立方体，你别甩出去哦。虽然我也不知道怎么弄，那交给你们了。啊，大家应该知道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了吧？就是解玩具。再猜一个，《电锯惊魂》。还没对啊，再来。我要猜一个高端的，玩智力玩具。你到底有没有看台本啊？揭晓主题不是应该有给黑衣人吗？后期君，来个黑衣人的微笑。这期的主题就是指数好不好啊？好吧，既然问你多次都答不出来，那么还是我来揭晓本期的主题吧。这期的主题呢就是学习 study，